今天我们要介绍 GYKU3， 因为之前做了一些 BL series， 然后过后今天我们就来做 KU series。KU1 看过了是不是？我们来看他哥哥 KU3 比较高一点。OK， 带我们去看。GYKU3 生产于日本哈妈妈树工厂。重量约238公斤，长152cm， 阔61cm， 高131cm， 原装三彩版，颜色是黑色。高外 KU 系列里面有高外 KU3B 跟 KU3D， 他们这三款的分别呢，只是在出厂的时间晚了一年或者早了一年，音色相同，配件相同。高外 KU3 它的造型简约，直腿设计，线条硬朗，实木制造，键盘为白色，键与键间隙平衡。 KU 系列延续了高外产品的古典风格，外观朴素典雅，音色柔和，使用高外特制高科技老化琴弹，特制琴锤使用的是天然羊毛，琴键采用特制材料并做抗菌处理。KU3 也使用了德国的 Rosslau 琴弦，优秀的防腐功能，延长58%的使用寿命，展现 KU3 独有的音质。 KU3 齿力式钢琴具有适中的价位和很好的声音和触感，音色高音自然甜美润泽，高音与低音的反应都十分突出。所以呢，家长们如果有稍微高一点的 budget， 可以 skip 掉 K series， 直接选择 KU2 或者 KU3 是不错的选择。Thank you.